可以写出俗女这样子的剧本，让一个四十岁的女生有机会？今晚金钟最高潮。是史上第一位女演员入围金钟奖最佳戏剧男主角奖，并得奖获此殊荣。五个男主角被一个女的干掉。你真的太敢讲了。跟雅兰姐是好朋友，不要紧，反正皇帝他第一次入围的时候，他跟我讲，我是皇上，你敢跟我较量吗？我说小的不敢，小的稍有不慎会有人头落地。欢迎来到史上最庞大的动物团体。他会不会就有点你我？其实应该谢盈萱帮我们说了一切吧。哦，你说那个，我说的那个，那个单词吗？可以写出俗女这样子的剧本，让一个四十岁的女生有机会。今晚金钟最高潮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后来看什么看？